板，你等会儿，你脸上有点东西，老板。啊，有啥呀？你帮我擦擦。有点帅。老板，你知道牛排怎么吃才最好吃吗？吃着吃呗，不是。不对，是我喂你吃。老板，你今天特别特别讨厌，特别讨厌。我干嘛了？我就特别讨厌了啊！讨人喜欢和百看不厌呗。老板，我们来玩木头人不许动，行不行？行，来，等会儿。来，一二三，木桶人，谁都不许动。我输了。啊？我心动了。老板，你是属什么的？属牛的吗？属什么牛啊？我属于你。老板，你学坏了。怎么了？我不喜欢啊。我跟你说。都说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我并不想做什么人上人，我只想做你的心上人。